在这个大家河滨公园呢，有一个世界音乐节的活动。从今天开始到明天礼拜六、礼拜天，总共连三天的活动，都会在这个现场呢，给大家很棒、很丰富的内容。那其中呢，有像是我们邀请15组的国内外的艺人来到我们的现场，然后演出音乐，然后还可以带给大家音乐的工作坊啊。 还有国际的讲座，邀请一些很多的策展人来。那今天呢，在这个地方，世界音乐节其中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现场有110摊以上的市集。那这个市集呢，我们邀集了很多世界各国的，就是特色的摊商到现场来。那有这个音乐铺子，就是各国异国的乐器，还有呢，就是这个。 创意市集，OK，还有就是这个食艺市集，吃的部分。那今天带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市集，超丰富的，OK，可以看一下，哦，很嗨耶！有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粉味的车轮饼，嗨，Hello，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吧。 然后他讲中文，当然了。哦，好，那你今天呢？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音乐节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觉得是一个还不错的机会，就是体验一下你们不同的文化。不同的文化 ，OK， 好酷哦。那今天呢？你在卖台湾红豆饼，哇，德国正妹卖台湾红豆饼，酷。那你想跟大家推荐一下什么口味的？ 双拼，双拼，怎么拼？红豆加奶油，哦，哇，酷！好，那今天呢，这个粉味红豆饼，粉味车轮饼，超推荐的，欢迎大家来宾公园的世界音乐节来找我们的美秀卖红豆饼。好，呢，它看起来不像是乐器，就是一个木箱，它就卖木箱嘛，对，它就是一个乐器啊，它就是一个乐器，它就是一个木箱鼓，非常简单的乐器。木箱鼓 ，OK， 阿萨拉桶，阿萨拉桶，是来自。
自于什么国家的？它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手上的打击乐器。非洲的，哇，好酷哎！那可以帮我们表演一段吗 ？OK。